哇，那高速高速了。他平时他是个有啥子的，那个家属有过来，然后就是给他姐姐来给他那种房子推。我的人口也不同了，也现在把我叫我叫我两百多块钱，两百多块钱去看，我看不出啥。你看啊，上个是上万，好吗？我跟你吵吗？省里的人都在了，我跑了，我偷一天卖人家去了。Yeah.
医药指数起来，闪了嘛？你看到吧？你还知道什么呀？我当时一直笑亏啊！妈，冲动！不要嘛，不要嘛！Yeah.
他们想的。好了，想不到隔半没看你在吧？但是讲五口还没上来，五口没上来，但是讲伊拉还在三五十啊。太贵了，那你请。
我要吃这个，你买那个我不吃。白天想回来，我是怕你不方便。是你的，你怎么让我去那个地方？来，我看水平啊。